也是我们纪律检查机构全部工作的依据，这个纪委的职责是由党章权，我们监督纪律检查是由党章授权，所以党章的修订对于全面从严治党，对于我们纪律这个纪律检查委员会啊有效的行使自己的职权，做好自己的工作是有非常重要的。 对于党章的修改，对于反腐败，将是一个强力的支持；对于我们这个党保持自己人民公仆的性质，是一个有效的规范。那么在这些方面，我们期待着这个党章能够尽快的修改出来。谢谢。